到底婚礼三亚已经二十档的红梅会，除了保留传统的文化礼俗，要创新。本身阁是天团五条港商圈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，这次受到全国商圈总会长胡神鹤的邀请，担任南部办公室主任，协助台南、高雄、屏东七十个商圈的经营咨询。这个上奥地总会长胡神鹤、经发局长陈凯琳以及天团董事长徐国润的见证之下，正式告白。我们台南南部办事处呢，就包含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等地。那在这边呢，就希望说借着我们南部办公室，可以配合政府推动环境改善辅导计划。那也希望呢，在我们局长、金花局局长陈凯琳的大力支持下，还有我们总会长的指导，那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徐国润董事长全力的配合我们，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尽到我们最大的力量，配合商圈总会来发挥商圈的力量。那我想今天分会的这样的一个成立，其实可以给台南有更多大家商圈的一个协助。那对于我想我们每一年跟中央这边的密切合作，我们当然也希望跟全国的各商圈协会大家一起来努力。那么我想透过中央跟地方大家的共同协助，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资源能够来益助我们台南市，那也希望在台南的各商圈都蓬勃发展。中央跟地方共同为经济欢迎来努力，除了台南已经有三十个商圈，全国商圈总数也成长到316个，有五个办公室。未来不管商圈的活动营销，也是提案向中央申请经费等等，办公室都扮演真重要的角色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